大哥，大，高三。
有没有人要吃花枝丸的？谢谢大家，好心情。
知道了，马上知道。那天那早那个寿司真的好吃，薯饺子好，寿司啊，我知道寿司。好，你今天这里要到。最后一瓶奶茶。
你咋在不介意的？说真的，我好恶心的，拿刀菜的，我打花他一下。